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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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andy， 今天来到东京秋叶原的钢弹 Company。那今天是钢弹 Double O 十周年纪念，它现在在现正举行当中，就要去看看有什么新的限定产品跟餐点，走。慢慢介绍，首先是初钢，就是阿姆罗钢弹那种茶，下牙红色三倍速，这里是初钢的，然后初钢 Z 钢，然后它旁边都会搭配，为什么它会用这个餐点去命名，然后各种场景可爱，这边还是初钢的 ，Hello 啊，然后这是甜点地方，甜点饮料，这边是秋叶原限定，然后它这个是抱上女妖，然后 Unicorn。这就是那个玛丽达那一只，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然后整个组合套餐，那个限定那一张哎，还有说 Unicorn 的巴纳吉跟 Lily 跟玛丽达都是秋叶原限定的。啊，真的是饮料，那张为什么用食材煮钢弹？然后这是套餐，你加哪一个就煮哪一个，超可爱的。然后这边就是钢弹 seed 的，所以也会写哦，这是爆种餐，这个就爆种。我不能唱，我唱了大家就看我。我一定要讲，看大家都这样很认真，然后你突然就突然看到这样，就知道他有看过哪一部动画。现在是那个 Double O 十周年的纪念，然后每个是你长的招式，然后他每一个餐都会有说他是什么东西，他的招式，然后这个是那个洛克啊，对，这是他的眼罩哎，对，主题餐厅就会送杯垫啊，他做限定的，他11月9号就买了，对，我的意思自己刚吃点歌。我们刚好搭到这个 BG 哎，就是初代。还是再重新介绍一次。那我现在要点餐了，等下我餐上来不知道会长怎样，我点了各种不一样。这个是优点的白翅，哦，牡丹咖喱，感觉就很好吃，花石榴。啊、我有机台会员。他的咖喱很好送。他那边这个牛奶其实很好吃哦，因为我吃比较重口味，觉得有点淡，但是还是很好吃哦。你要这样子一系列配下来，它的口味有三层。哦，你点的是那个啦，哈利路亚的，哈利路亚的餐啊。它是好像叫沾针。这个是什么酱？是它，是鸡。是酱哎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答案了。拜拜了。香料饭会不会太慢了？我跟贝蒂酸香料饭配橘子还蛮好吃的。它这白白是什么东西啊？不是荷包蛋，然后配饭，然后一点酱，然后肉，这样就好吃了。甜咸的。我准备要战斗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在吃那个架子上面的菜，我在战舰里面吃那个菜，这是什么？那是香料。咖喱。好香，它很香，它很像新疆本，就是我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一直有闻到腊肉的味道的那个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吃得很好吃，不是闻得臭，就是那种奈落味，就是脏气。对，你们是不是没有遇过奈落本？我没遇过。这个好像春卷哦，就是那种卷饼，对对对，味道很重，我喜欢味道很重。我要给你们看我的肌体。哎，你好厉害，好厉害，肌体啊！觉得很夸张啊。因为钢弹 C 的是我们两个小时候高中一起看的，然后那时候也是我们第一部钢弹。
吃了很多东西，然后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他的画面，我刚历代刚战的 OP 来这边已经很多次了，但是每一次来都是很开心。现在是那个大波十周年，到1月9号，明年1月9号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来。我是定期，只要来东京的话，我一定会来这里。拜拜。Thank you.